欢迎苍天，欢迎雪山，欢迎哥哥姐姐们，晚上好。到了哦，兄弟们，雷医生觉得们干过去。又来到了阔别已久的水稻田，飞翔，你说这边能搞得到货吗？飞翔，欢迎韩景景的多好，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搞得到货？当然了，你那么相信我吗？因为今天下雨了，我没有信心了，因为今天下了一天的暴雨。如果没下雨差不多，下雨又耽误放假的时间，本来放假的时间都没有够，我出来才放了一个多小时的假，能找到几个啊？下雨了他有时候都搬家了，有些是不出来的，是种种原因，所以不好搞货，不怎么好整啊，因为能搞。